家人们，我真是纯纯无语了。自从老白发现自己有这么多人心安呢，他就有点飘了。以前只要我招一下手，都不用说话，他就屁颠屁颠的过来了。但是现在不管怎么叫，他都对我白搭不理的了。吃饭也是，都开始看不上狗粮了。注意你的态度，襄阳我的叔叔姨姨可是从这里排到了法国。为了让李大白重新变成我的跟屁狗，我绞尽了脑汁。待他出去玩，能造多黑咱就造多黑。 买完必须咱还得吃今天给他整点新鲜的，让他再也高冷不起来。这是爹给你新买的蓝氏荒野裂兔狗粮，先给你来一块里面的兔肉冻干大饼，这里面包含着各种果蔬，营养老全面了，一口一个老香了。这玩意儿，这好香啊！这可是营养成高的鲜肉粮了，里面可有27%的鲜兔肉，兔肉不仅消化率高，还好吸收。这冻干夹馅的甜甜圈形状颗粒，外面裹满了冻干碎，看着也太有食欲了。我看你还飘不飘了？ 而且人家还添加了牛肉和硫酸软骨素，以后你都可以放心的跑跑跳跳了。哎，又是羡慕李大白的一天。